盘点那些东北女生的两幅嗓音爆笑瞬间。举手晃动一起来，闹了吧，顽皮老板喝不醉，每天都在天上舞，根本拦不住，里面是羊皮，外面裹着布，哪怕零下数十度，外面咋冷咱也不打醋，开山辟岭黑发大树，这就是俺说的劳动保护。 Top 八，是个大字啊，东北夹子。如果在十八我没能送你花，那到二十八我请你喝酒吧，一直醉到江州青花，也算此生无憾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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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确定只是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前就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，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Top 六，来给哥夹一个。什么玩意儿，给哥夹一个，来哪的？哥哥，请尽情吩咐妲己。去你妈的！咋你扛地雷子里头？怎么了？哥哥不喜欢吗？哎呦你妈！我操！你这不是钱？你管钱呢呀？你这是？牛掰！靠谱！东北王妃。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。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颤抖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会更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，只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Top 四，哎，我来，能夹着吗？什么话？那我们都不让他唱，别夹。你们找一个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不会唱啊。马蹄声声响起，好难哦。那我就试一下吧。来喽。马蹄声声响起，说漫天风沙雷雨。当我手持方天画戟，气质纯雅在这里。忆当年我随性放高一曲，高歌斩边疆。踏马出征跨龙江，说气质纯雅斩四方。武藏天武的怒沧海，霸气另类走未改。百万大军背我甩，说方天画戟脚下踩。征战羽翼三年，回想过去甘甜。牛掰。Top 二。妈，咋回来了呢？不拿点钱。咋的了？那个车坏了。后轱辘坏了，你车还扎了还是咋的了？严不严重啊？还行，不咋太严重，就是后轱辘撵不上前轱辘。那我给你转账呗。那你得上 4S 店修去啊。那你给你转500，完了之后你要不够再给我打电话，行不？后轱辘咋整也撵不上前轱辘。那咋整的呢？是啊，转吧。过去了。好，微臣告退。
想想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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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最棒，你最棒，你最棒了，你最最棒了，不是，哎啊！还没扎呢，这个结构。